君权伟大的君权，景是代表伟大，当然也可以训景为光明，没有问题。但是鸡西既然已经讲了是光明，所以景字一定是要训大，听懂了吗？否则就重复了。景是伟大的大。好，下面这个做古代上台阶一定分东阶西阶，如果这个在东，主人上的叫坐阶，客人上的叫宾阶，所以坐就代表坐主，坐主人，听不听得懂？就是上台阶，古时候要分主客，不能同上一个台阶。主人上的台阶叫坐阶，因此每一次说坐，当坐就是当主人。听懂了没有？所以现在是齐好萧道成这一家来当主，而这个当家做主，伟大的当家，伟大的家业是这般的，就是他由于这些人都具有这种高度的文明素养跟他的具体成果，所以蒙受上天的赐福，所以他们在学问也好，艺术领域也好，各方面都有着极高的天赋，就是文明。那么所以他能够使我们齐国伟大的家业，当家做主的家业能够发光积息，懂了吗？就是祖宗发了一百之光，然后我们继续发一百之光，然后他好，我们要谦卑，我们只发九十九之光。好，我孙子的话就发九十八度光，然后我曾孙子发九十七度半光啊，但都是发光发光，使我们的基业的话变得极为的光明啊，就这个规划。同时，上楼课也都知道了。这在东面，所以叫东街，这在西面，一定叫西街。那那个部首，课本上写西，没关系，一样。其实应该写这个，那个东西是祭祀完毕以后分散给大家一同来 share 分服的那个肉，懂了吗？一样的，所以做才有福气的意思。正式写一定要写这个福部行的，但写这个福作绵延的作也没有问题。一样，正式就是这个积息景作，使我们国家的伟大的这个当家作主为天下之主的家业能够发扬广大。记住，不准念光大，光就改读为广，广场舞的广。因为坐阶在东边，所以东就代表作主，这就是为什么会说我东家，这是我老板，说别人家的富二代少东，少老板，小老板，今晚我做个小东，这我就感觉你们那语言很烂的，那今晚我请客，我买单，搞妈的什么东西，做小东就是我做小一个，这次小一层小客人，这个由我来做主啊，就由我来请客，这叫做小东，做东少东，东家全是根据古代礼制而冒出来的东西。好，我刚刚讲了，主人上坐阶，客人上宾阶，那么下面一个问题了，
这种情形，一个前提是主客地位平行，听懂了吗？如果一个人要谦虚，不敢跟主人说采取平行地位，他继续要做东西，东西从做介绍，跟在主人屁股后，就是我不敢与你平辈论交，听懂的意思没有？今胜利方心，看到没有？直接跳到又论到心，前头才论到高宗心命，原因就是高宗明皇帝死了以后，接着就由他的次子继位，就是后来被废杀的东昏侯。这个侯不能算，因为他已经凡是就成王败寇了，凡是被废的被弑的一律不算，所以这个绝对不提东昏侯，提的是东昏侯的弟弟，也就是掌控在萧衍底下，本来做他的那个出师有名招牌的最后一个皇帝齐和帝，和平的和，齐和帝。所以他说胜利方心，今天圣人当道，像那个日历一样的一年的经过，也就是圣运，现在正碰到要再度兴起。所以他说文思广备，记住光绝对不准念光，要念广，发扬广大，绝对不准念光。成了像一个菩萨背后，后来好像有一个罩子一样的，那么发亮月亮，我以前一直很羡慕哎。啊，天主教也好，或者佛教也好，它不是背后都有这个吗？我好羡慕。好，现在就知道了。啊，为什么用文思？这都是套用古代语言啊。因为《尚书》第一篇《尧典》称赞帝尧的时候，就用了这样子词汇：“清明文思安安清。”钦差大臣的钦会不会写？啊，明，明天的明，光明的明，会不会写？文思下面就是文思。安，安静的安。有的人读要读为燕也可以。这个东西跟古人讲的八竿子打不着，就是他常常六朝人会借用古典的词汇，而后略语修正，甚至完全赋予新意义。听不听懂这意思了？啊，这个的文思就是说，他在学术研究、创作各方面的心思已经非常非常的高明、广备，就是他对文学文化的提倡的心思的话，能够产生极广的影响。背其实正式念应该要念披，就是如同衣服披盖四散到各处。好比方我们今天拿了个床单，各位 你有没有用床单啊？你有没有用过床单啊？床单我们一抖可以盖就把人盖起来了吧。啊，打床单是最有意思的，我虽然我没有打过，但我觉得看着最有意思啊，这是重点。披散，第一个一定要记住，光一定要用光，绝对不能念光。我以前以为光大了嘛，就是菩萨背后那个月亮发光发得很刺眼，狗屁，那是广大。第二个，这个背正式念应该要念披，你非要念背也可以啊。广披，光披就是如同这个东西分披散开来一样的，整个的覆盖影响力极大啊。既然讲到方今，方就是当现在，方今就是现在，所以知道他写作时候是什么。和帝就是齐朝最后要灭亡的那一年，在这一年他完成，因为再下来就没有了。他还称对方为胜利方心。各位，
如果你的本子看到的是放在那里原本，你会发现什么样子的？你看到它的例子没有？是不是如果所说的径缺不止墨笔，缺好几笔，就是一横一撇底下它只有两个鹤，道鹤的鹤，没有底下的日字。你们的课本是有了日还是没有日？有日，错。黄初林本子完全没有日，因为黄初林是活在清代的，我已经讲过，所以绝对避讳。虽然那时候文字狱不严重，这就是跟各位讲的古代的巨人的避讳啊的情况。